就全色用 Ebook 其他會點啊？咁啊，但係不過就首先要睇咗啲場先 ，Zeku 對邊啊先 ？Zeku 永遠都最好睇嘅。小道請坐低。係。小道小道消息咧。支持 Dennis 嘅請坐低。小道王，謝謝你真的。我之後找你談。謝謝謝謝我看，謝謝支持。萬一有一場不應該啊。哎呀，還有 Chris， 謝謝 Chris。啊，然後講咩啊？哎，多謝 Cody 仲要。Cody 有睇，系Chat Wong遲啲先應我哋睇埋呢個，睇埋呢個 Seku 對面啦。咁可能不如較大聲少少啊 ，Dennis 嗰支麥咧，等佢把聲冇咁辛苦。咁你可以細聲啲講，因為我聽唔到自己聲，個麥對出面咧，唔知道自己。你唔使聽到自己聲嘅，係啦，因為冇人想聽你講嘅。咁我唔講咯。誒，喂，唔好又唔好，你要幫手查場，我想聽你走音啊嘛。好啦，好嚟啦，你個 Seku， 我講少到消息先啦。聽講咧，呢個 matchup 係阿 Rockon 大贏喎，大勝喎。即係之前打係就係咩話四十比零咁咯，係差唔多係咁咯，四十比零嗰個級數啊。咁睇下有冇係咁啦。啊！但係暫時睇落佢都係遠距離嗰度用老闆時空瘋狂用個腳，都係咁同你猜猜猜。依家一變咗後生版時空之後，埋到身都係俾人哋攞個壓制，咁所以都係變翻老人家穩陣啦。啊！即係易啲受尊重啊嘛，後生仔要尊重老人家。咁啊！嗱，埋去夾硬鏟。唯有咧，因為有 VT 之後你就要埋身啊嘛。咁一有 VT 要埋身，就當然係用後生版嘅。咁但係依家連 VT 都冇埋，即刻轉翻老闆嗱，捉到個套路噶啦已經。啊！打落去，哇！佢一時落地係唔敢拳喎，有計喎呢一下，仲要換翻邊再嚟作正 frame， 繼續作，好似冇反應，因為面拉要對一個咁近嘅空咧係好困難噶。本身當然下重拳都 OK 嘅，但係個時機捉得好好。其实下中拳有俾人话个角度 O B 嘅，不过就速度唔系咁快啦。但你见啲声咧，呢一声咧而家都打翻远战啦，最后系啦，赢咁多拳唔会过去啦。算好的四十比零，一讲完唔会咁去就即刻跳喎。好彩佢个 V T 开得唔好啊，其实佢可以死咗噶啦，啱啱？佢想放啲波啊 ，C A 个死喎。继续放一个浮游炮出嚟，啊嘛，但系都系敌不过呢一个嘅脚刀一斩斩。佢啱呢个脚刀挡咗，唔知会唔会确犯咧 ？C A， 因为我唔系好清楚面啦 ，C A 嗰个位有几快。会唔会死？最近啊，当然知道个 frame 数啦，但系一中远少少嗰啲位咧，就好难知道嗰个 frame 数。嗱，四十比零嘅话，但系好似而家就系咁嘅。你四十比零咧 ，casual 冇用嘅。你就比赛咧输个二零，真系唔出奇。所以即系四十比三，就系嗰三场喺比赛嗰度做抢二，真系太快啦。但系呢个抢三，但系佢点办啊？系嗱，抢三咁又唔同喎，争一场争好多。系啊，呢个抢三咧就系，哎呀，一个益士。所以呢铺唔好落定断住。咁啊，依家见到咧就疯狂储气嘅，即系好明显呢个场面。因为咧对手满气喺手咧，你见到佢唔想俾佢埋身，跟住之后就疯狂储气一个脚刀，俾对方我呃咗。如果揿拳可能会中，但系呢度俾人哋入咗金龙 instant overhead， 但系后边嗰度甩咗。想用到 V trigger 夹硬冲埋去，但系咧俾人哋一个接翻落嚟。哦，人哋走埋佢照出下前中脚喎，完全冇。阿 Warpan 咧 ，Warp 喂，呢个位我仲以为佢想摆嗰个脚刀 Mitty。攞一半咧都仲系满气喺手，而呢个嘅阳面咧储下储下两格气噶啦，右脚都中。你见到疯狂同佢玩呢个远距离。其实唔知点解我见到呢个对决，我好想飞过去。两边都好似冇乜责任，因为睇时机嘅喎，系波角咯两边。喂，讲真，其实佢廿秒咧，佢咁样爆炸磨血咧，我系会攞翻嗰个优势，但系佢而家好似。你慢慢同佢磨血咯，系啦，用个跳避开。好似有啲难睇啊！你唔知边个。嗱，攞咗优势，哎呀，中佢一下咁样濑嘢啦，但系唔紧要，要埋去都应该冇问题嘅。哎呀，你见唔见到嗰啲残影啊？因為咁嘅，啱啱咧，佢放個波出一收咧，個攻擊判定就出嚟噶啦。係啊，但係時空嗰邊咧，如果擋咗咧，咁喂 ，What is this？ 哇，佢有計喎，又真係俾佢中喎。合理嘅開波係咁噶啦，一開波係好想 C A 嘅，因為時空出波機會好高，好多角色一開波 C A 都可以打到。係，同埋你見佢哋咧 round round 打曬99秒咧，去到最尾嗰個血量咧係非常重要啊，所以一開波搣住個血之後，慢慢向後拉下，逼對方一定要走過嚟咧。本身咧喺 Oki 上已經係好大優勢噶啦。有波係，突然我真係唔識打喎，大佬。距離啊，佢波飛翻嚟打距離啊！呢下唔係啊，可能佢 all in 咧，佢覺得嗰下鏟中咧
個波就會消失噶啦嘛。咁係啊，咁佢以為鏟中，但係鏟唔中。同埋企定，即係最遠差距離鏟中嘅話係唔會落單噶嘛，企定定啊，掂都掂唔到啊，嗰個係。字面啊 ，D 三面啊，這個是 D 三面比賽啊，係嘛？一個先者主。好啦，我都係唔好講普通話啦。監。可以用个脚都揀斩返个波返去呢，可以令到佢粒波唔俾飞出嚟呢，呢个都本身比较好。因为其他个打击判定同埋嗰个波判定都有起到嘛。係咁佢係两起咁样㗎好似係。因为佢近身个有打击远就係波。咁啊所以嗰啲 frame 数有啲难计。你唔好睇 frame 表咁顺。哇佢吵气喎而家。係咁吵喎。得个草字，大家你啊喺度射多，我啊喺度草。哎呀，如果佢咁拳嘅话，有机噶。感觉上咧，如果个掌打到个波都系有用嘅。嗱，好似咧下你见到，哇，有啲难喎，好难就喎。系啊，但系好难就咧。你俾人 hit 中啊，嗱，间对面系冇咁需要操作要求噶嘛。系啦，你见到咧，你见到咧，永远咧，佢哋都喺远距离猜嚟猜去。都完未？今次之后边一个有 VT 咧，就要夹埋身噶。哎呀，呢度唔知系甩咗定 reset 啊。屈機啊！緊要，哎，打暈埋 ，bang！ 我好難做客觀旁述喎，咁樣咩啊？屈機啊！佢把面咁樣喺度屈機，好難客觀咁樣講呢個角色喎。係啊，見到嗱，等 VT 啊，兩邊都係兩格嘅啫，睇下邊個有 VT， 跟住之後就開始埋身噶啦。大家睇住條 VT 得噶啦，喺 VT 未到嘅時候咧，佢都係遠距離猜嚟猜去嘅啫，唔使睇個畫面嘅，睇行氣，睇比賽新方式。吓、啊，睇行戏啊，净系睇行戏。嗱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见到 Vita 差唔多有 VT 啦。哎，有 VT 啦，埋佢啦要，你见到系跳埋去啦，即刻开啦。哎，嚟啦 ，look 佢又单哇，哎，哎做啊，掉 reset 到晕噶啦喎。香港又中 reset， 又单机游戏，啱啱打晕噶啦喎，直接中嚟，唔紧要，跳入成功。化石，我觉得佢啱啱呢段预期 freestyle。即系我有 freestyle 哦，发晒光啊，打到啊，打到 circle 发晒光。澳门有嘻哈 freestyle， 求其出啲嘢咧都会中 freestyle。中间甩晒招咧，跳起冲脚又会无啦啦中。系啊，真系究竟系甩招定 reset 咧？系啊，但系试探啦，中咯，总之。系啊，你唔会睇得透的，跳入中咗就得噶啦。好啦，二比零啦，已经就是要输。哇！飞到上女窝度啊！系啊，枪三啊 ，BO 五啊！咪即系正常咧，你出波嗰啲角咧，你揾个后山版时空咧，都起码可以分山抖埋去。系，跟住之后夹硬过波嘛。但系唔好意思，呢粒波系过唔到。呢个 combo 靓啊！咁啱个波喺嗰个位先做到呢个 combo 啊！因为换边好紧要，佢无啦啦铲咧就俾人逼入 corner， 虽然而家出翻嚟啦。一打打埋去160伤啊！哎呀，佢就喂阿仔啊 ，confirm 啊！又咁中意叫人阿仔嘅你而家 ，confirm 就搞掂运埋噶啦，呢下争个少少，又要拉翻远距离，慢慢同人猜啦。本来埋咗身，攞晒优势。其实我已经暂时上面个打法都系偏等，佢冇试过乱，即系咁用，唔知系咁用有冇计？大家有冇 feel 到中咗阅读啊？一模一样咁样嘅环境咧，嗱又远距离猜啦，睇下边个出 VT。又阅读。等啊！大家遠佢嚟。哇！係，哇！呢下高招喎，未見過。屈肉。哇！係，即刻用咗兩架氣燒咗啊！第二次又合理啲嘅。係咪想跳埋去？但係佢撳腳嘅喎又。第一次我睇唔明，應該係唔知 input error 嗰啲嘢。哦哦。完。又要睇跳舞啦 ，Devil 最中意睇噶啦。唔係，好多人都中意睇嘅。係咪？你次次都話好正喎。唔係咁殺人啊嘛 ，CA 殺人啊嘛，精彩啊嘛，咪好睇咯。Yes yes。咁啊！呢下 confirm 精唔精彩先？系二零啦，二零啦，而家 match point 啊，打埋啲 round 就完啦。直接行前线，食下重拳。咪杨面个呢个 campaign 唔系话即系拉咧都 OK， 但系佢成日拉拉下就会有啲出错，俾人入一套，跟住爆 V 个波又挡唔到啊！咁可能要谂一谂点样转啊，转手为攻咯。其实你好明显睇到杨面开始嬲，因为佢就算个波出咗嚟咧，佢都系要揈脚刀。但系个波出完嚟之后，哇嬲啊！愤怒嘅表现可能系计，哇咁都对，咁都得啊！唔系因为咧，佢个下速拳判定好硬，时空嗰个批争咧又唔系好硬。咁你有时即系渣技打竞技咪会咁咯。但系啱啱真系好夸张，真系夸张得有啲再嚟垃圾 game， 真系唔系，推走。嗱，佢啱啲又啱嘅，你见到几多白血？哎，收晒。
痛啊！呢两下痛啊！第一佢 VR 拎咗白血啦，第二佢嗰个位系免单一定要食嘅，系啦，顶住顶住，突破咗嗰下先。你话争个少少血，睇下会俾人一嘢射捞翻出嚟啦。你嗰度嗱变身咧系冇气嘅，所以你快手储一架气佢，嗱储到啦，睇下会用架气埋去。喂，斩中拉得向后慢慢嚟，爆炸啦，又磨血啦，诶、唔系啊，佢呢下唔系最远啊嘛，呢下最远就唔同讲法啦。佢要掟挨挨嚟啊！嗱，你记得佢全部同一个玩法，你掉中波咧，我就拉到最远距离；你掉远波咧，我就向前行。系啦，嗱，好似咁样，但系都难搞噶。如果佢收波，即系啱收波咧，你行前咗，你又要焗住俾佢行前。记住，唔杀十秒钟，睇你磨唔磨到，中一下就拉嘢。但我觉得磨到喎、啊，哎呀，冇啦，冷静，冷静。跳埋啦！千祈唔好中板边，未死！哎呀，哇！好彩佢呢下有计啊，计过噶啦。唔系，我有啲问嘅，我真系最迟揿中拳可能会打到嘅，但系佢揿一下重脚冇计啦。啊，因为佢呢下如果对方揿制咧，就俾佢个无敌避咗，你唔需要打中对方，你俾佢个无敌避咗，只要嗰格血唔够啊。但系我觉得好似够钟嗰阵佢已经完咗冇敌，不过冇计 ，War Point 有少少紧张，揿一下重脚打下段，人哋飞上天打下段冇计啦，系唔紧要啦，揸住三格气。入到三格气又即刻拎一半 life 先啦，好啦，继续喺度射咯，继续斩脚，大家睇住行红色气做人啦。哇！又爆炸之法，哎呀，终于埋去啦！阿达最好嘅，就算达唔到咧，解咗达咧都系避咗，都系避到个无敌时间都系避到嘅。啊！哎，埋到板边下顶顶多一下，一个达达走咗，但系自己埋咗板边，咁就出事啦。冇位走啊！又去 one player game， 有位走都俾你慢慢去铲下脚。哎呀，呢个夹硬铲埋去。佢今次冇同佢拉到够钟啊！呢下靓啊，因为佢确反嗰个位咧，免啦你要做一个快嘅确反。哇！喺变身一下一开 BT， 哎冇事，因为唔识确反。嗱呢个咧，好多人都唔识确啊，即系酷哥啊，直接有 CA 完完未啊？完咯，你见到企起身握定手啦。完啦，你最中意睇个 CA 嘛？咁输嗰个系可以坐翻喺度嘅，系啦。阿 War Point 系可以坐翻喺度嘅。War Point 了解者，罗格邦，罗格邦，你坐喺上面度。你还有白姐做 U 打？喂，咩啊？咩啊？你还要打？现在打 Chris Wong？ 你要打白姐做啊？咩做咩？吓，即系打？我明唔明我讲咩啊？诶，好，继续。好啦，而家咧就系因为我笑啲 comment， 我见到啲 comment， 我觉得好笑。